河边大渡河大桥纪念碑。 大渡河的对岸是峨边彝族自治县烈士陵园，旁边是四川峨边荣成气体公司。 峨边火车站接近，一道停车。
四川峨边临河归驿。 四川峨边西南水泥有限公司。 列车运行至峨边县共和乡江河村。 站台上有当地居民散养的土鸡。 Thank you.
列车已驶出乐山市峨边县，进入乐山峨眉山市，阳泉站接近。